对，李娜知道了我怀孕了，她特别特别开心。我们第一次查，医生说是女孩，李娜就开心，因为你们看她天天玩那些，爸爸给他们换衣服，对吧？喂他们，她就生老三，也给她送一个小娃娃，对吧？但是后来他知道的是男孩，他先哭了几天，因为他说，男孩不能穿裙子，然后男孩他不能打那个耳钉，还有一些什么问题，但后来慢慢就好了，现在就没问题了。啊，还有他怕那个他弟弟不会和他一起玩，因为男孩和女孩玩的东西不一样。丽娜不喜欢玩小车，所以他就怕不会一起玩。